大家单排肯定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一群人抢一个位置，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？我来安排一下吧，一楼去边路，然后四楼孙策打野，我程咬金中单，五楼再来个马超发育路，直接四个边路冲散他们的阵型。因为我的胜率挺高的，所以他们都愿意听我的指挥。直接选出四个边路选手，冲散他们的阵型。他说好，来去撞，我来扛，我来扛撞。不要怕呀，撞就完了。你冲烂。不藏好视野，牛头开奔狼。冲冲冲冲冲冲冲！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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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会冷却，请求集合。冲烂他们，冲烂他们！冲散他们的阵型！冲散他们的阵型！生命在于运动。四个边路直接给他们冲烂。